赢，那肯定就没办法。啊，爬吧妞呀，学错了，正常应该学个刺儿的。这还是个不灭剑君，沉默啊。刷个弱点，在我屁股后头刷。平 A W， 出泳装太笨了。蓄力，我溜没蓝了，起立，吃个饼干，沉默，你给我把药吃了，听见没？刺儿，刺儿。二，起立，沉默。First blood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快到斩杀线了啊！其实现在差不多了。沉默，闪现刺儿，刺儿，刺儿。这把咱就不主 Q 了，打着剑筋咱们就主 W 了。刺儿，刺儿，我这么多兵你给我打，回家了，出泳装啊，我信你们一把。那下路背诵了，这都零杠二了，害死！锤石给我杀！蓄力，算了，我 QW 对点吧。蓄力，沉默，刺儿，刺儿，蓄力，交闪，刺儿，线儿啊！马上升了，升了大招能打344。这把有威音，我决定跟他特别好好玩。起立，刺儿，刺儿，刺儿，起立，沉默，没沉默到，起立，起立，护补刀。
沉默啊。刺儿，体力有点危险啊，先去查个眼儿的。啊，他们家佛爷哥搁下路呢。完了，这两个技能全空了，空的有点致命啊。先吃口屎。为啥吃屎没有声音呢？起立，沉默。沉默啊，起立。刺儿，起立。沉默啊，耶，起立。我吃，怎么生了呢？真恶心，这时候生，我操，我这刚吃啪生了。少吃一层。回家了，这正常还是推推棒好。推推棒吧。鞋还有一分钟给我们。起立，沉默。起立，先吃，可让我吃一波。完了，这文人又起来了。走位，没大。起立，完了，卡还砸我一下子。推推棒，没办法，我们只能扣他一下，不扣他也不行，他也能碰到我。勾，哎呀，连个威恩都打不死，杀威恩都杀不死啊！佛爷哥九级啊！啊，不是，他是把我那啥了，所以他升到九了。死一层吧。
这波剑姬不一定能跟我打，我们这把必须第一跑得要快，第二伤害要高。我个人感觉啊，那个佛耶哥可能要来了，我直接推着棒直接沉默。 起立，别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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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起立，沉默别点人，非得换我，还不往里边走，像个傻子似的，就这还赶坑呢，你像个精神病似的你，出个什么邪呢？ 沉默起立，沉，对着棒吃，起立，沉默。那佛爷哥打人真疼啊！我在这等一下他，我估计很有可能他要过来啊。 在这等着，看看能不能把这一血塔给他拔了。我们还挺肥的啊。 不知道这个佛耶哥在哪里，希望他不要赶坑我们。走了，回家了。这把先来美甲窃魂卷，搞个小鬼书。 拔不了好了，应该走不了。扫一下来看看这波怎么打啊？哎，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我没到呢。起立，沉默，刺儿，吃，推着棒，起立。 他应该没多少血了，被我 Q 起来，基本上就不会有多少血了。我们就是赌一波，这白银我两下他就死。走，等他 Q 完啊。 算了，不用等他 Q 了。哎呀，这个 Q 没中，不打了，我撤了。
吃个兵走了。兵人走位咋那么奇怪呢？我 W Q 他更不好中，那草丛里边先 Q 再 W， 那草丛里边肯定先 Q， 只不过我 Q 歪了嘛。沉默。走位，体力，刺儿我的人头，哎呀，非得他妈抢一个呀！我紧着等着他没有多少血了，我紧着等，最后还是给抡死了，操你妹了，真是！就不抡那一下就能死。真让人生气。吃你几个小鸡儿。确实该骂，那确实该骂。紧着在这等，等最后一下，哎，我们再把他打死，哎，就正正好好差一丝儿血。我等了半天。差一层体力，体力。我打个跳弹，他怎么的？他还要追你啊！你给我起立，起立！那佛爷哥上哪去了？起立！沉默。刺儿，起立，推着棒，沉默，起立，那起立，沉默，先吃维恩啊，那间接打人不掉血，吃尖儿，美甲窃魂卷25层。3000多血不扛他，我这都是纸。我这血都是纸糊的，你看我血多，两下就没。10层回家。先出个猫的，这把说了咱就 AP 虫子，在我的身体里有一个宇宙，看见没？有一个宇宙。
吹吹棒起立。这冰女的走位我特别看不懂，我有些时候不知道她在走些什么东西。哇哦，这是什么？我靠，起立，今天我是不是得抠你一下？我发现沉默是沉默啊，起立，我美甲泄洪卷不能丢啊。这卡莎这英雄伤害真是可怕。W R 过去 A 一下接个 Q 死了。